色盲模式是什么模式？好 A 死了，死个锤子，再 A 一下吗？谢谢你的电刀。这泰坦怎么这么肉呢？泰坦，他不是余震都用了？他余震。我想当老板，我想赚钱，我想有钱。我想贬了万人敬仰，我想当老板。主播你怎么也开始电刀了？联盟的本质就是电，只要是电刀这个版本都是无敌的。操，有点晕。我操，不行，我打这把我睡会儿了。兄弟们，我今天晚上早点睡啊，明天早点起来。选定了，选定了就回来了。可真难。知音阁，知音阁是谁？别带节奏啊！我还是蛮喜欢蔡徐坤的。你看你们问的问题太尖锐了，我怎么评价人家呀？我是干什么的？哎，看到我很意外吗？还没吃到，刚才来抓我，我刚才吃他野怪了。那你们怎么评价李大宝吧？问一下你们，你们是怎么评价李大宝？没意料。拉他呀，他接着回家了。你喜欢救兄弟是吧？你喜欢救兄弟，你也就那样，也就那样，可太行了，家人们。肚子有点痛，等等不想等六级了。哎，等八秒，先别急着升六。
哎，吃完饭老是想拉肚子，这个是肠胃不好是吧？一样嘛，一样，不一样，多 A 吧，A 的话衔接的多一点。但是有时候就好了，然后有时候就拉肚子，有时候好一点。不是，是我应该不按时吃饭的原因。我现在一天就一顿饭，兄弟。这还能让你一个爆破？能瘦，但是很容易回弹。好的哥，那我不吃了，下次，我现在直接是饿死，然后不吃外卖。看过了吗？看过我关了。凌晨好，凌晨好，多多，往这儿走，这儿个眼，别下了，他知道我来下了，应该会跟过来。电刀，电一下。再吃一个，这主播咋开挂了？这他不站兵那儿了呀？谁闪了？他怎么叫闪了？不玩了。不知道谁教的？耶，这谁的骑士开播了？你拥有人鱼线的 PDD 开播了，我下次全给你们取关了，只能关注我自己。可以出，可以出，没问题的。
上。嗯，他没回来。好好好，没玩没玩，主播在玩电脑呢。这你还得抓我一下，这也不是不行。主播什么时候来洛阳？明天呀、啊，有点凌晨过了就走了。泰坦大是可以躲的，选定在选定的过程中，施法过程中，就是他那个锤往下降的过程中，还没抬起来之前都是可以躲的。你很狡猾，不是吗？我打断了他的施法，就能躲。明天就去了，兄弟们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我操，有点困，兄弟们。我打这把我得下了，我明天得去比赛。谢谢扣的扣个 Miu 的关注。不会啊，他施法没完成。他施法是挺快的，但是需要个一点几秒。我这一点几秒躲了，跑回去就行了，他就选无法选中了。洛阳的一个比赛，我们这边的一个10000块钱的比赛，这周要打决赛了。上周打了八强，这周要打决赛。我操，太虚了！我今天调时差去了，你知道吧？充下能。哎呦，这狂风！看完了，看完了，太畜生了，那男主。说实话，主播看着都畜生。我如果有直播的话，我会给你们发到我的动态里边，你们可以去看的。OK OK。他们满地打滚的样子，就像一窝穿山甲。看完跟男朋友分手了吗？没有啊，我觉得那个男的挺傻逼的。我觉得那个男的，给我主要是我还看哭了，兄弟们，我靠，我看他那个搁那个海底里边溺死的那个时候，我操，我看哭了，真的，那不畜生吗？那不是，那得多绝望那个时候，李木子得多绝望，何飞。
他何非起这个名啊？估计就是想印证何非如此。沙米拉还有那个啥的，关键是我看他那个里边还真实改编的呀，听说是，太吓人了这。哇，那太绝望了，兄弟们！操的，那男的也挺会设计的，为了让那女的喜欢他，去整了个什么梵高的画啊，去了解了。我说实话，我要能有个那样的女朋友，他别说梵高了，别说梵高的画了，我直接让梵高复活，我给他来买俩复活币，让他复活，我再带他去见他。关键是那么有钱还，其实他这个事儿是不成立的。基本上那种赌徒啊，他一看就能看出来，还那么傻。一千万呢，你他妈给我二十万我都给你当狗，都给你舔脚。一千万，啥时候能赚一千万？你给我二十万，我也给你舔脚。就是这世界上这么多有钱的，多我一个怎么了？我觉得二十万已经是个很夸张的数字了，我操了。好了，观众朋友们，欢乐时光到此结束了。